大家好，我是林心怡。今天在这里拍摄我个人首张 EP《I'm Singing》里面的第二首主打歌《以后以后的 ME》。那它是一首抒情、内心小宇宙爆发的歌曲。为什么呢？待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承受，所以贪图承受的自由。那时候，青春像平淡小说。从以后以后这首歌里面的内容，其实提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曾经有过梦想。那这个梦想，随着长大，随着日子要过，随着要成长，然后随着要学习过日子之后呢，慢慢的心中的那个初衷有一点流失掉了。所以呢，这首歌是想要唤醒大家，就是曾经抱有梦想的那个感觉，想要前进，想要退后。地方就是要首次要尝试两倍速度对歌词，所以你就觉得蛮有趣的。因为当他歌曲播放两倍速度快的时候，有点让我想要就是想要 rap 的感觉，然后觉得很有趣，因为在很快的速度下，然后还要有情绪在，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感觉。要发行我首张的个人 EP《I'm Singing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，敬请期待。